这个目前保密，但是也不少的是，因为这种 AI 产业的资本额是蛮高的。当初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艺人这一块。我做的那个产业是 Live Band Pop， 那个产业丢了上千万，因为呢，光是租金一个月要50万，我后来平均算过，我一天开门业绩如果收入啊，就收入没有达到20万的话，就是赔钱。卖房子吗？当时没有卖房子。对，我当时是把我所有之前做玩具、绒毛玩具的积蓄全部都砸进去，后来还负债1000多万，后来也是拍戏工作慢慢还，分期慢慢还，现在目前都没有负债。做的那个产业是 Live Band Pop， 那个产业丢了上千万，因为呢，光是租金一个月要50万，我后来平均算过，我一天开门业绩如果收入没有达到20万的话，就是赔钱。因为我那时候做绒毛玩具，20多年前台湾绒毛玩具娃娃机那时候第一次风行的时候，那时候非常好做，我们真的是3个月净赚1000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